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这么年轻就出来相亲啊？你这么老了还劝人家出来相亲啊？照你这样说，我再熬一下岂不是要孤独终老了？终老是一定的，孤不孤独那就得看你的召唤啦。你这小妮子牙尖嘴利的，说话还挺尖酸刻薄啊。是啊，有些人活得不明不白，不懂得点人情世故，一把年纪了还出来像我这个小妹妹。我不懂得人情世故，你懂。我坐下来到现在，你一直拿个手机在玩，看都没看我一眼，你这也太不尊重别人了吧。想要被尊重总得有点本事吧大叔，与其浪费时间在老男人身上，不如玩玩游戏。你多大呀？38。你呢？18。好吧，是我不懂事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，你这个人呢虽然老了点，但看起来靠谱啊。靠谱的男人从来不会晚婚。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有着落，要么就是身体有问题，要么就是生理有问题，你觉得还靠谱吗？有点道理。是不是因为你太穷啦？你要是不穷的话，我们可以试试呀。我很好养的，每个月给我几万块钱零花钱，每个星期抽6天时间陪我，每个月带我去3次旅游。哎，人呢？啊，又跑了一个。